组要登场了，第一位是 M1 的 Marcus 李俊伟，来自莱佛士书院，带来这首参赛歌曲《我可以》。没有地址的心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，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这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谢谢 Marcus。其实比赛来说呢，我觉得选歌是最重要的。当你选一首歌曲，你一定要很有信心，你能够唱得到那首歌曲。那刚才我就发现到你两次，哦，不是一次，是两次，那个假音那个部分有一点点不大稳哦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那除此以外呢？除此以外，你的声音音色稳重哦，很有男人味啊，然后站出来又有大将之风啊，各方面都 OK 啊。好，谢谢，加油，注意一下啊，好 ，OK。跟 Marcus， 你的 feel 其实很好，就是你唱这首歌，其实我觉得今晚听了这么多人，其实你的 feel 到目前是最好的，只是你有一点不幸啊，你那个假音都飙不过去 ，OK， 要小心一点选歌 ，OK。我觉得你声音是不错，但是我只能说一句话，在比赛里面尽量少犯错，如果你犯错，就要祈祷后面的人犯错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谢谢 Pipa。 打头炮的第一位男参赛者到底会获得多少分，一起来看一看。林奇玉8分，叶良俊7.5分，黎沛辉5.5分，总分是21分。喜欢 Marcus 的朋友哦，要赶快拨电1900-112-7701或 SMS ME-71999。下来要登场